双立坤，我是一名演员。我是演员蓝莹莹，我今年30岁。我叫金晨，我是一名演员，今年30岁。我是沈梦辰，我今年31岁了，我的职业是主持人。我一定要挑一个显白的颜色。那这个吧，这个吧，这显牙白。我一定要显肤白，我不能显牙白。你这些事儿啊。哦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肉橘是太显黑了，姐。啊？肉橘不是显白吗？一会儿见啊。好好好，好，拜拜拜拜。我跟你说，那个紫色真的很好看，那个浆果色。啊，好看。真的吗？嗯。就很哇，这个好热啊，这个口红很时髦，这颜色很好看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这是我不懂时尚还是？比赛即将开始啊，请前往闹中间进行备战。啊，那我这个颜色挺好的，管它，就这样吧。Hello， 你好，叫我雅雅好吗？雅雅 Hello， 你好，向前。你准备啥？唱歌吗？你唱歌，啊，我也唱歌。不是每个人都唱歌吗？我也有唱跳啊，哦，我就唱歌就行了，我一首歌都唱不好。我是来这个节目来训练自己实力的，我此时此刻我好像没什么实力。我这次为了这个节目有好好的练习，是啊，但不知道最后能够呈现成个什么样。你们都是专业的，我看出来了。我不是，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别人跟我说你不行的人。他只要说我不行，我就会燃起我熊熊的斗志，我一定要行给你看。我是王菲菲，今年33岁，我是一名歌手。客观的评价，你的唱跳实力，放在中国现在的市场上，我觉得我的实力是 A。在别的节目里面你也有很多的导师了，那是什么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？听说我姐妹孟佳她要来。我是孟佳，今年刚满31，是一个女歌手。啊，你为什么你好了白色都我们现在这个您回国了以后，其实很多人不太认识我们，没有平台让我去伸展，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吧，这个机会好像来的。我是叮当，我是歌手，今年37岁。我是孙俪袁咏琳，你也可以叫我心地。这么多人，哇，我流鼻血，刚才我说流鼻血，长得很漂亮。你这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歌手是吗？你让我跟人家是一起比赛啊？也有演员的姐姐。但是你演员和职业歌手怎么拼？而且他们都是唱跳的选手，就人家的舞台经验，就是人家吃过的盐比我走过的桥都多。不是，不对，比我不是怎么说？人家走过的桥比我。好，垮掉，心里完全垮掉。对，看完名单。垮掉，全部垮掉。行吧，就这样吧。姐姐的感染力、舞台感染力，其实观众是感受得到的。比如说超越姐姐，超越现在成姐姐啦。他们是靠什么赢了这一切？性格。观众。那我性格也不咋好。你这天聊死了，现在真的不能再聊了。喜欢姐姐的人都是比较真实，就觉得姐姐真的不喜欢我的人也可多，上面说我性格有问题的人多的是，你怎么不看评论呢？真是热，我出汗了。哎呀，哦，最近啊，我和我妈都在看你的电视剧，播完了都？不是，很早很早之前的一部电视剧。啥呀？叫什么？你跟那个谁演的？
没关系。Mona Lisa, Mona Lisa, men have named you. You're so like the lady. 需要您做个自我介绍，然后包含的是姓名、年龄、职业和出道时长。还要介绍我是谁？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呗，都不知道我是谁。Mona Lisa, 大家好，我是宁静，乘风破浪的姐姐，静姐来了。我觉得静姐气场非常强，我去辅助她可能会自如一些。她在你心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姐姐，大姐大姐大。Mona Lisa strangeness in your smile. Do you smile to tempt a lover?我是宁静，我今年52岁，我已经出道36年了。15、6岁进这个行业，我出过专辑，我出过2、3张专辑，我可能是所有姐姐里面专辑出的最多的。那我怎么可以说没关系啊，就来玩玩啊，因为我对不起过去买过我专辑的人，到现在还爱着我的。首先请你完成参赛的打卡签到，请你在鲜花区域选择一支最喜欢的口红，在空白卡上留下唇印，签上你的名字，并将唇印卡片放置回墙面，以此完成打卡签到。哈喽，我的天呀，看到你。对呀、啊、你好瘦哦，现在我运动呢。真的呀？天天都有吗？ 对、啊、对，天天运动。哎呦我的天，你状态好好。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很久没出来、哦、我都那个一直在家待着呢，我带真的哦。对，太棒了。现在哎，口红在这边也有哈，我可以出去了吗？我出不去啊，这不让走啊。选一支贵妇的颜色。Try me, try me, try me, darling, tell me, I need you. 太神奇了，我并没有做这个动作啊。哪个动作？就是刚才这个放这个呀、啊、那你赶紧补一个。那我这个可能印不出来，这不是扯吗？重擦一下然后补一个。但是我们化妆师都不在旁边，就先拿一个淡一点的。嗯，这个比较接近你现在的颜色。好吧，化妆间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嗨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好久不见啊！嗨，嗨，好久不见。哇，全是美女！我第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那么多美女。没关系，大家就不用把我们当德高望重的老师。请选择你的专属化妆台。那我坐这吧，坐梦辰旁边。我坐这。宁姐，你要坐哪里？我在后面。梦辰，
有点热。你可能最厉害，你又能跳又能唱。哦，不不不，他们才是又能唱又能跳。哎，这这这，哎，能唱能跳，在这儿呢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那您期待和哪样的小姐姐合作呢？当然要挑越漂亮的、身材越好的，在我的团里面，在我的团里面，我是 leader 吗？那这些都是能跳的啊，他非常能跳。漂亮，身材火辣，肌肤雪白雪白的那一种，然后在我旁边咔咔的踢腿跳，我们这组就成功了。我要美女，你呢？你也唱歌很好呀。对呀、啊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站那儿已经都。我什么都不用做，那太好了。你的气场已经都在舞台上有那个。哎，我们是这样，以后开场就是大家空咔咔跳，跳完之后直接一个亮相，啪就可以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他们负责美，姐姐在中间唱就好了。哎，我要组这么一个团，不要每个人都会跳，也不要每个人都会唱，就是发挥自己的特点。发挥自己的。